小怪血量才400多万，是不是我带错还是怎样？请问是我配置有问题吗？还是他真的就这么烂？是我配置有问题，还是他真的就这么烂？这场怎么跟刚刚那场差那么多啊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把狗头打开。3张100万，好，接下来下一关。然后图集消耗水，它前面135排会转水哈。我们这边的话哈，来这边我们来一个关，开，关，开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像也没什么好缺的。3张5、600万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关，开，关，开，一组打得死吗？打不死就算了。七砍宝，一组按，我刚好打死。我这边的话还有一回，我们按住做一个全体攻击。什么按住掉落率加成的？我刚刚是感觉不太出来。3张4、500万。我再来攻前盾这个地方哦，给他攻啊，给他攻啊，看你要怎么攻啊。好，来一样哦，来关，开，关，开，1700万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干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。哦，这个天降6啊，我破亿了哎，破亿了哎！哇、哦，神族1万技能重置7 combo 追击盾啊！来这边来哈，为大家示范一下哦。这一颗弄不到没关系，关，开，关，开，好，直接这样子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阿露娜还没跳，露娜还没跳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跟大家讲，关，开，关，开，我跟大家讲啊，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，看清楚啦。哦，关，开，关。开，回复力加成啊！大家是不是忘记这件事情了？狗头有一个回复力加成啊，随随便便九康波啊！记得狗头关掉是有一个那个关开有那个回复力加成啊！现在示范，关开关开，
四 combo 回满给你看啊，不然我们再炸一个好了。哇，两组心啊，舒服舒服。啊，不用转太多，这样就好了。两组心直接补三四万啊，你看三万二，轻轻松松啊。好，我们露娜跳起来了哈，不用跟他啰嗦了，直接盘骨。啊，我应该先关狗头的啊，靠腰。啊，开错技能了，没关系，算了算了。我们这边加个龙科露娜开下去，应该也是一波带走啊。好，我们直接把那个露娜的伤害直接共鸣的啊，这不十二颗嘛，对，我们可以炸这一只啊。关有没有看到？完美啊，再开，好，再开个龙科，舒服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欸，我好像吓到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跟你们讲。我们再关再开哦，不能消到那个其他属性珠子哦，不要忘记哦，不要跟我一样哦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不要紧张，没事没事哦。关开关开，好，五颗星直接回满。OK。记得关掉有回复加成啊，慢慢磨哦，每回合19000的高攻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OK， 啊，来再关，再开，再关，再开。为什么一个可以很快打完的关卡，我要打那么久？好，来再关，我再开。我们等一下盘古吧，哈。好，这边的话关，我再开。基本上五颗星就是绝对不会死，哇！啊，我的盘骨嘞，两回合，我再关，再开，我这是新珠掉落率加成是不是？怎么新珠这么多啊？好，我们这边再关，我再开。好，这一回合我们准备把它带走。盘古跳了嘛，我们关开，盘古开下去。OK， 再加个露娜，加个九天玄女也可以啦，加个九天玄女。然后我们记得哦，其他属性的水火木暗全部都要用叠的哦，其他属性珠子我们都要用叠的。OK。好，这样子加个龙科，我这个伤害共鸣出去肯定是够了。OK， 轻轻松松啊，9亿7000万啊，真黑金解放啊，好吗？不要太小看狗头啊。打这个一两年前的地狱级也是很 OK 的啊。